们来画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在短时间之内，啊，我们现在给你就是剩下的这个时间，8:30，这20分钟，随便你画，随便你画，能画多少就画多少。抄的吗？还是不是抄？我现在只是告诉你看，画的时候你可以画任何你之前看过、现在想象。你现在不要记这个图啊，我只是告诉你，有很多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画，我不要给你看。任何东西都可以画。大小嘞，大小随便你，但是这是越多越好。啊，跟你提醒说，你可以画你桌上的任何东西。虽然我刚刚已经叫你都收起来了。啊，其实这个用意是要你，为什么叫 mind field， 就是你思考里面，你大脑里面的那个 field 那个田野，到底有什么是可以嘣嘣嘣嘣嘣生出来的？这是短时间激发你一些灵感的一些想法。赶快画，来，开始，看别人画。你们里面的把它拿出来，外面这边放在桌上。起来走动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别人的画怎么样？没有。回去有一个作业，花30分钟再画一次，因为你这一次有很多东西是你可能想到，然后你没有办法把它具体呈现的，我要你在生活中去观察它一下。1分钟。嗯？你刚刚说花上1分钟？有没有30分钟了？好不好？1分钟，1分钟可能那种列印的比较快。像比如说大海，它怎么画呢？沙漠，这个不是物体啊。哦，其实这个应该算是不是物体啊？哦，我要讲的应该就是它是一个生活上的用品，是一个物体，是人造的。汽油你可以画汽油桶，可是你突然之间不晓得推汽油桶怎么画的话，去观察一下，上网去查也可以。这是什么？厨师机。然后突然不知道厨师机怎么画，想也想不起来，对不对？回去看一下，厨师机要怎么画比较像厨师机？面。面，王子面应该蛮好画的啊，那个王子长什么样忘记了，对不对？我去看一下。哦，所以有些东西，哎，这个都没有写字的，还蛮厉害的。可是其实很少哦，这样的东西太少。还有些东西我可能看不出来，就是这当然是可能像话筒吧。嗯。哦，可能不够像，回去观察一下为什么它不够像话筒。哦，因为如果不是侧面的话，它应该长得像牙子这样。手机上就有那个符号 ，OK。所以有些东西你现在没有办法把它具体的用你的脑袋想出来的，回去观察一下，啊，回去观察一下。然后呢，你都学过快速设计的，啊，你观察的这情况之下，你也可以马上画一下。之前不是叫你们买小的笔记本，赶快画一下。画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在那种30秒之内把它画出来，啊，用这样子训练自己，然后收集完类似的东西之后，你自己坐下来找一个时间，没有小孩子吵，没有女朋友吵，没有爸爸妈妈吵，啊，没有补习班的那个阿姨，那不是阿姨啊，补习班的小姐吵，啊，你就坐下来，让自己有一个很充足的哦，把表按下去30分钟，画。好不好？啊，我相信你们可以画得很好。我那一张是我花1个小时画的，可是那张是 A3 的，而且是我真的用 game 的，就是坐在那边 game。其实你可以画超过1个钟头，可是那很累，会非常的累。而且我还东看西看哦，我是在我朋友家的那种小茶几一样，东看西看，一直看一直看。可是我还不是最厉害的，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，有一个同学超厉害的，他画了好像足足有140几样，然后他完完全全就是用想，
只不过他是犹太人啊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说谎，哎呀，夸大的，对呀，他就说，老师就问说，完完全全是用想，而不是用偷看的人举手，只有他一个人举手，然后画的东西也很多。好，这个就叫做 mind field。mind field 是一种锻炼你头脑里面把东西具体化的啊一个 idea 的想法，但是。它不是要让你在这个时候想新的 idea， 你就会发现其实这已经够难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是一种训练的方式，因为你都看过这些东西的，你的眼镜一定是你千方百计，就是千挑百选才想到的，可是要你自己画它的，你画得出来吗？对不对？你一定要照镜子，或者是把它拿下来，啊！但是你当你画过，或者是再仔细重新看过它一次，是为了画的时候，它就会烙印在你的 mind field 里面，它就会变成一个 icon， 就像我们收集那个桌面一样，哦对，多一个 icon 在那边。所以你现在回去就是你要观察的时候，除了我们之前讲那些观察的技巧，看一些有趣的东西之外，你还要去照相式的去吸收这些 icon。